哇哦！随着这个木马的摇动，看我们的小人鱼的头也摇摇摆摆的，很开心呢。哦吼，简直是太好玩了！但我肚子好像有点饿了。瑞塔，今天瑞塔给大家带来的玩具是这个大的玩具是朵拉木马套装玩具，还有这个小小的玩具，这个是乐乐天使美人鱼套装，我们一起打开看一看吧，千万不要忘了点赞和关注哦。在乐乐天使的海洋里有一只非常漂亮的小美人鱼，它可是一个非常爱美的小美人鱼哦，你看它多漂亮啊，有漂亮的发型，还有漂亮的衣服和漂亮的尾巴，而且你看它还可以动哦，动动头，它有漂亮的小镜子，还有小海星，小海星的小宠物，还有一个包包。这一天它挎上了它的小包包，正要出门，哦，是我的好朋友瑞塔。你好呀，人鱼公主，我是瑞塔，你怎么有空到海洋里来做客啦？我想看看海洋里是什么样子啊，毕竟我在陆地上生活。哦，这真是一个新鲜的好主意，我也想到陆地上去看一看。我可以去你家里玩吗？当然可以了，我的家里有非常好玩的东西哦，有小车，还有木马。哦，什么是木马呀？跟海马一样吗？不是哦，木马才不是海马呢，木马是我的玩具。走，赶紧跟我去我的卧室里玩一玩吧。这就是我的家啦，欢迎来到瑞塔的卧室，里面有我最喜欢的小鸭子玩具，还有我的台灯，我的柜子，这个呢是我吃饭的地方，平时我一个人吃饭都好孤单，旁边的椅子总是空的，有你来了就太好了，我们可以一起坐在这里吃饭。这个呢是我的宝宝椅，还有这个就是我们的木马啦，看它是一个小马的形状，只是它会摇摇摇，这其实是个摇摇椅。哦，真是太惊奇了，可以让我坐上去试试看吗？当然可以啦，来吧，请坐到我的小木马上。哦，摇啊摇，呼呼呼，哇哦，随着这个木马的摇动，看我们的小人鱼的头也摇摇摆摆的，很开心呢。哦吼，简直是太好玩了，但我肚子好像有点饿了，肚子饿了，那我们来到我们的餐椅上吧，坐在我们的餐椅上，这里面就可以吃东西了。在我们陆地上的小朋友小乖乖的坐在餐椅上吃东西哦，吃东西的时候不能下地，也不能到处玩，一定要专心吃饭，这样我们才可以长高高呢。然后吃完饭之后，我们就要坐着爸爸妈妈给我们准备的摇椅出门啦，就会这样推着我们出去逛街，逛公园。哦吼，真是太开心了，真是不可思议，太好了，我要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告诉我的弟弟妹妹们，让他们也知道有这么惊奇的东西，我要在海底里做出木马还有小推车。哦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我最喜欢的玩具小鸭子，小鸭子也很喜欢大海哦，它喜欢在大海里游来游去，所以呢这也算是你们比较有缘分吧。然后这个是我的台灯，这个是柜子，里面会装着我七七八八的东西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真是不错呀，时间到了，我该回到海里去了。好啦，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玩了乐乐天使的美人鱼公主的套装，还有朵拉的木马套装玩具，你们是不是很喜欢呢？如果喜欢的话，一定要关注爱玩具的公众号，给我们点赞和评论呢，瑞塔姐姐就会从评论的下方抽取一个幸运的小朋友，送给他我们的玩具作为礼物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，拜拜。